胸。哎，我在亮肌肉呢。没有。山东大猛尼，什么鬼啊？什么虎狼之词？对吧？怎么了？看不清楚东西。谁说没有金晨大？我肯定比他大。金晨小姐姐还要月底要过来，金晨你来不来？你真的是这么磨磨唧唧，快来快来！他也要来苏州，他应该是这个月月底来跟我说的是。那你们俩会合体吗？等他来，等你来，赶紧给我过来，赶紧给我过来。会合体直播吗？好啊。我怎么这么快就好，然后到时候我俩没碰到面那就尴尬了。金晨你快来啊， Q 你的 Q 你的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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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吹瓶啊，我在聊起里面不就吹了瓶吗？多酷啊，哎呦喂。什么？像你唱一首。哦，真的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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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平方有这兔兔，这是狗狗，这是兔兔。哦，问我那个兔兔是吗？那个兔兔我忘了。哦，乌云杀青之后我要拍几天。其他工作。香港，香港大胸妹子。不，我要把这个问题抛给那个金老师问他。都是金老师规划去的。金老师金晨。金老师，我没有跟金老师滑过雪。他不是你绝对喝酒了今天。